因为十八号来咱圣济寺啊，观音佛祖啊，以及咱天上圣过中大元帅将军是圣诞千秋啊，咱头一天明仔暗时也阁有啊，咱的节目一路要来甲换新，欢迎大家相招相传。每一年咱圣济寺咱的安排，咱的庆典吼，咱宗教文化交流啊，咱所有请出的当讲相当相当的用心，对着咱将军是会当讲啊，真虔诚吼，心明我来保佑咱。家家户户，家户万事兴，乌土变黄金。咱今年游园无例外，舞台顶吼啊，敬神节目同款来甲邀请着咱特别的节目吼，咱的祭公要来甲祝寿啊，咱的所有神仙在滴，咱是不是游园用咱上届热情的拍盘声来甲邀请吼，来祭公祝寿，来咱的庆典敬神活动。手把穿短裙，身边走水，规天想钱水，啊袂做错代志，真真。众神尊呐，大家拢真欢喜啦吼！啊，尤其看到咱所有的庄人呐，啊来遮吼来到老人，啊当然你来看到咱这间吼，哇，咱的庙吼要搁愈起愈大间，安尼就对啦。但是讲实在啦，今仔日啦，
咱的观音佛祖啊，有甲我讲到一挂代志啦，啊，希望讲咱遮所有的善男信女啊，大家耳孔夹好较悬的，注意听啦，吼，相信咱遮所有的善男信女啊。对咱这个吼神尊啊，大家拢总有熟悉嘛，对不对？我来用一个迷彩，予大家摇，那摇会到吼，我送恁钱宝啦，好不好？好啦吼，来，安尼来注意听好哦，嘿，拉你哦，伤大声，摇一尊神尊，那再举手，拉你哦，拉你哦啊，拉你哦，伤大声。摇一尊神尊，有人知无？唔是，唔是啦。来，嘛唔是啦，今日举手一个啦，打一个较好打，举手安就好。你呀、啊，我甲你讲，我问你就好啊。你若要知影答案，我问你一句话：今仔日吼是咱打一尊神尊圣诞千秋，你讲？啊，我做。对，观音佛祖，拉你学啦，收大声就观世音嘛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先吹一个啦，吹来吹来，安尼有影有理无？有理啦吼，来来来来，我送你钱宝啦吼，这有伫个咱这个吼圣济寺啊，有加持过的啦吼，来我甲你讲，嘿，你来看我穿这一红包咧，来，这个搭地咧，你的皮包啊内底。你爱今年吼，那赚有一亿的时阵吼，咱的庙搁搭愈起吼愈大金安尼，好不好？好啦吼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要搁要一个无？买啦吼，来，安尼我问恁大家，阿婆爷香拜银翁，要一尊神尊，再过举手，有人知啊？你知呀？你讲，我有知，唔对啦。吼，拄只就讲啊，哪有可能去观音佛祖啊？啊，你实在无别苦来，唔是啦！来来来，这边的有人敢举手一个无？那敢举手，我甲你讲，知无？无人敢举。有啦，好来。嘿，来，咱这个弟弟啦，哈，来，我问你，嘿，我是什么人？济公。我是啥？济公。嘿，我是济公嘛。阿婆爷娘拜银翁，就是济公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有理无？对对对对。嗨，内行的来，嘿，一个吼，早日辛苦爱记你啦吼，嘿，你爱记你吼，爱认真啦吼，袂歹，你身体吼爱顾好吼，哈哈哈哈！嘿，安尼要搁要一个无？要搁要无？袂吼，来，耳孔注意听好吼，来。坐客停车无付钱，要一尊神尊也知举手。坐客停车啦，敢那敢在住？嘿，看你安尼无简单，出去你又着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我是有车哦。是啊，咱讲的叫做咱的三太子，你知无？三太子叫做你落车啦。哈哈哈！来，一个红包递好。嘿，安尼我连讲三个啊，有够无？有够无？爱记，老趁钱吼，但趁一亿爱记哩。咱的庙过来愈起哦愈悬，拄只是开一零一啦，啊，今麦你来起哦一零二大楼，哈哈哈！安尼你看要阁继续要无？袂哦，哦，安尼来耳孔阁注意听好。嘿，有一个叫做金门王，大家捌无？知啦吼，啊，伊个斗阵个叫做李炳辉，对唔对？对啦吼，即摆就是甲因两个有关系，注意听好，又一尊神尊啦吼。金门王因厝边是啥物人？金门王因厝边啦，啥物人啦？紧个啦，爱举手啦！啊，那你先举，你讲。三三哥。唔是啦，你知你拄只你讲你啥？我讲啊，金门王啊，咪王爷吗？唔是啦，金门王因厝边啦，哎呀，唔是啦，你拄只讲啥？妈祖内行的啦，哈哈哈！金门啊，对啊，嗨，安尼有意思无？来来来来来，阿弥陀佛，爱给你放伫背包啊啦吼，拄只一零一、一零二，你即摆去哦一零三啦，哈哈哈！
安尼要阁继续有无？袂哦，哎，咱今仔日直播真赞啦，有汤啦，姜汤，卖啦，好，啊无过来，过来啦吼，过一日就好啊，这较困难的啦吼，注意听好。今麦是要予恁要这个地号名伫个单位，嘛是一尊的神尊啦吼。玉皇大帝因老母，玉皇大帝因老母啊，要一个路名伫单位，恁知无？哎呀，安尼佫无人知哦。玉皇大帝因老母是啥物？啊，有人知去举手。你想要知无？我甲你讲，玉皇大帝因老母叫做天庙啦，天庙啊，天庙伫叨位？你知无？台北对啦，哎呀，恁两个同齐有，来，恁两个拢有啦，嘿，两个拢送来，阿弥陀佛，爱记你吼。拄只103啊啦吼，你到104、105爱记你啦哈，敢要阁有？我袂见啦，嗨，今仔日你来看，咱这所有录影师啊，混啊真辛苦。嘿，我想讲恁拢无要带我录影，加在即只搁酷酷甲我录，对头录到尾了。哎，那我对你的囝，安尼爱送，拄只一定讲102啊，105啦吼。来，录影师有啦吼。啊，即只啥？即只你的啊，来。啊，要去吃是啥的？嘛是你的。嘛是伊的。啊，搁有无？啊，这吃是啥的？恁朋友的啊，无你代替伊啦吼。安尼爱记哩吼，若趁钱的时阵爱记哩，有105、106、107档哦。好啦。